掀开经本370面，倒数第六行，请看经文：舍利弗，汝不为此鸟时时罪报所生，所以得和彼佛过度无三恶道。舍利弗，其佛过度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时？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天流变化所作。我们看下面的注解，说空一净土何因而有出生，不符法藏本念，故名彼国实无恶道。以彼佛于令法变入耳，神理变化，非真出真故，又不同天鸟能说法故。这个苏文呢，给我们解释的还是很简单。那么前面呢，讲西方世界有情说法，特别说这个种种杂质之鸟。那么我们在大本里面48愿第一愿就说得很清楚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没有三恶道，这个鸟是畜生道，怎么会有鸟呢？那么经文特别给我们说明，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没有畜生道。为什么没有畜生道？这个原因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呢讲得很清楚。这个六道啊是果报，果报当然要有业因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贪嗔痴三毒之因，西方极乐世界任何一个人呢都不会有贪嗔痴的这个念头，这个妄想他们完全没有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三途的果报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一定有因，我们这个世界恶道不但是多，而且非常之苦，我们从因中能够看得出来，就是三毒烦恼不断的增长，我们现在所能够觉察得到的，就一年比一年严重，我们就知道三毒这个果报是越来越广大，三途广大了，堕入这个里面的人多，而且果报是越来越苦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这些鸟从哪来的？世尊告诉我们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目的是说法了，这个鸟是阿弥陀佛变化的，变化这个鸟呢说法，它用意在此地。下面呢，在抄里面
要给我们详细解释这一段文的意思。请看末后一行，是何因者，什么因缘？欲持暗蔽以为之因，生出生去。这是把悟道的业因呢，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出生道的业因呢，是愚痴。这个恶鬼道啊，是贪爱；出生道是嗔恚。那么这种说法呢，是说第一个因，是最重要的一个因。其实因缘相当的复杂，不会说单单只有，就是这么许许多多复杂因缘当中，哪一个因最重要？那么出生道有愚痴，末轨道有贪爱，第一道有嗔恚，就算第一个因。我们如果体会到我所讲的深意，肯定我所说的话真实，那么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要勤点，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，会不会有这些念头呢？贪嗔痴，贪容易觉察，嗔恚也容易觉察，愚痴不容易觉察。愚痴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糊涂啊，迷惑。对于眼前的一些事理，不能辨别邪正。不能辨别是非，颠倒错乱，这叫愚痴啊，相当不容易觉察因为你觉察到了，你就不愚痴了嘛你在愚痴当中啊，你如何能够觉察得到？很难觉察了。那么说个老实话，如果不读圣贤书，你不会知道自己是愚痴。愚痴人不会说他自己是愚痴，就跟那个酒喝醉的人不承认他喝醉了酒一样的情形。所以一定要读圣贤书，圣贤书啊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治愚的标准。圣贤书这个标准绝对不是以圣贤人见解做个标准，那这种圣贤人也不值得我们尊敬。圣贤书的标准呢，是拿我们当人自信做标准，是我们的信德了。我们自己信德，自己不能觉察，不能醒悟，圣贤人把我们顶起，让我们觉悟，所以他那个标准是我们自信当中的标准。不是他的标准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也不例外。所说的这些标准呢，全是自家的自信。这个才值得我们敬佩的。所以，读圣贤书、学圣学贤，不是被人牵着鼻子。而是自发自觉，
这次显示出这个大圣大贤呢，是至诚无私啊，的确超越了宗教啊。宗教怎么样？他牵着人走啊，那叫我们跟他走啊。佛法没有，佛法叫我们独立啊，顶天立地啊，啊，个个人独立啊，不跟任何人走啊。啊，这是佛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啊，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。这是摄除第一个因素，愚痴暗蔽以为已知因，这身特征道见贪嫉妒以为知因，身魔鬼道。我们中国人常说，人死了，死了就做鬼了。这种说法是很武断的说法。六道轮回，你怎么断定他是当鬼呢？鬼不过是他去投生的机会是六分之一啊，怎么能够断定他就当鬼呢？大家都这么说，这个说法呢，仔细去想一想啊，也有一点道理啊。道理在哪里呢？你说哪个人不贪呢？哪个人没有嫉妒心呢？啊，这个兼贪嫉妒啊，的确是占有了大多数。那么换句话，大多数的人死了以后啊，都到鬼道去了。啊，坚是坚定，自己有的不能舍，啊，不能不舍。啊，贪是贪得，啊，自己没有的，希望能够得到。兼贪是根本烦恼里面的根本烦恼，这个里头有愚痴啊。他要不愚痴，他绝对不会有兼贪。正因为愚痴啊，才表现出兼贪跟底下所讲的嗔恚啊。所以真正是一个觉悟的人啊，明白人，他不会做这个糊涂事情啊，而且他知道布施是修福啊，真正的修福啊。佛在一切经里面都教导了啊，你修财布施，你生生世世财用不缺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种的因好啊，啊，财用不缺乏，这个好啊，不缺，这个多自在了。啊，不必要占有，不必要急需，啊，这个急财啊，你看连小乘经上都讲，急财伤道啊，啊，伤什么道呢？布施的道。上掉的六度就是六道，就是菩萨道啊，六度是菩萨道啊，集财啊，菩萨道是掉的啊。所以佛不叫我们集财啊，有财布施掉啊，你真的布施掉，到你需要的时候绝对没有，绝对不会缺乏啊。世间人学佛，学佛不信佛了，对佛讲这个不敢相信，怕我布施掉了，我明天又没有了怎么办？啊，这个就是对于佛不相信。啊，学佛的人多，信佛的人很少。啊，
不要说是你们在家同修信佛的人很少，出家人也不例外啊。所以我过去出家受戒之后啊，我是出家两年才受戒啊。受戒之后啊，到台中去李谢老师啊，见到李老师的面，李老师第一句话就告诉我：“你要信佛啊！”啊，这个我听了也很愕然，他叫我要信佛，然后他就给我解释啊，说你学佛这么多年了啊，也出了家了，今天受了戒了，为什么我还提出这两个字来告诉你？他这两个字真正不容啊，真正不容啊，幸福才能有成就啊。你看特别是净土宗信愿行啊，你不相信你那个愿呢就不是真的，你的行也不会得力啊，所以一定要相信啊，相信经上给我们讲的句句话了都是决定真实啊，决定真实，你只要照做的时候依教奉行决定得利，你如果违背吃亏的是不啊，所以这个心太重要了。他就告诉我，自古以来十多出家一生这个信字都没做到啊，由此可知啊，这个信字也是难啊，真正是难啊。你看你还有吃啊，你还有兼贪，这就不行啊。真正信佛的人决定不会有贪心啊，真正信佛的人心地决定清净啊。心为什么会清净呢？信心清净吧。迷心就不清净了，迷是混浊啊，就是愚痴难避啊，他迷啊。愚心是清净的，是真正相信佛的。我们尽心尽力，点点滴滴呀，帮助佛弘法，帮助一切众生呐、啊、入佛门。啊，你去做这个事啊，这是真实不实。啊，所以前面这个重要啊，你要有智慧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世间假佛教太多了，你要帮助那个假的佛教，把真的佛教忘掉了，这个修福，修到哪里去呢？好像那个种子啊，种在石头上，种在沙土上，永远也不会发芽。也长不出来，这是愚痴啊！真妄不避，邪正不分，这个是错了。所以要晓得真正的佛法，真正的佛法在末法。像楞严所说的，末法时期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。再看看天亲菩萨在往生论上所说的，说末法时期佛法的情形啊，佛的形式啊，就在外表上形式上比不上外道。出家的比丘，这出家人，这个福德呢，相好也比不上外道。啊，
所以外道在末法时期这样的壮大，它有势，它有大福报啊，有大福报啊，相好庄严，都比佛弟子胜过百十倍都不止啊！所以大众啊，只是看到外表一窝蜂的都去了，这叫一盲一盲啊！相亲入后看啊！啊，真正的佛弟子，你遇到之后，你瞧不起他。为什么呢？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吃的有一餐没一餐，那种可怜的样子，你怎么会瞧得起他？你瞧不起他啊！越是大家瞧不起，所以佛法慢慢就衰灭了，正法没有啊，这个邪法外道逐渐逐渐兴旺啊，兴出来啊。那今天讲的是开离心后，无论做什么事情。啊，可以说他们通通包去了，包办去了。啊，宣传最有效的工具，电视台，他有钱，他可以包去宣传他的法门。啊，正法呢，正法没法可得。啊，纵然偶尔会有人发心，昙花一现，播几次，后头没有钱了，就完了。啊，让这个世间人得到一个什么呢？一个非常不好的形象。你看他们有什么福气福报啊？他讲的，如果真正讲的好，大家欢迎；他讲的不好啊，啊，所以讲了几天就中断了，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就是逐渐逐渐的这个佛法衰灭了，我们要晓得啊，要知道，所以这个修福。没有真正智慧，他修不到啊。有佛的人呢，一定有智慧啊，有智慧他才晓得应该怎么样去修持啊。所以修财布施，财用不会缺乏啊。修法布施的果报是聪明智慧啊，不会逆体啊。修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，这修因，有因才有果啊！这个没有因，哪来的果报？啊，因缘果报真实不虚啊，这是我们要记住的，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去做啊，去做。依照佛教给我们做啊，我们有没有求呢？不求，什么都不求，你才样样都不缺乏啊。我在佛门里面修布施，我有求，这谈条件啊，这个心就心就不清净，跟佛不能谈条件啊。我今天来修庙，我来供养你，希望你保佑我。啊，保佑我升官发财啊！我发一千万财，我布施十万，这很对得起了。就这种生意啊，呵呵，这是现在人很愿意做的，啊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，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佛门里说要用清净心修福修慧啊，什么期望欲望？祈求都没有，清净心，清净心是真心，清净心能增万法啊，能增万法就是佛门里讲的有求必应嘛，啊，皆无缺乏，因为它能增万法嘛，啊，清净心是真心，啊，一切具足。啊，所以佛说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绝对不是说佛菩萨给你的，不是的。啊，你要是这样想法就错了，不是佛菩萨给你的，是你自信当中本来就是。啊，
因为你心清净了啊，所以这个清净心里本来具足的一切法了，随心随念就起心性啊，因为你心得知道了啊，所以你这个本性里所藏的这些智慧福德，它也不在了，自然而显了啊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，有求必应。不是佛菩萨没有的，佛菩萨特别赐给你，特别给你，那是宗教，那是神才干这个事情，佛不干这个事情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也是说明佛为什么叫我们自己修啊？修是什么呢？是把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的上的障碍去掉啊，贪嗔痴是障碍啊，一切众生的智慧德能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，所差别的就是人家的智慧德能现行起作用，他得受用，我们虽有被贪嗔痴盖覆住啊，虽有起不了作用，那苦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是把这个障碍除掉，我们的智慧德能又现前啊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，绝对不是佛菩萨赐给我们的啊，佛菩萨保佑让我们得到的那就会是啊，这种说法对于佛教都不通达啊，这个是迷信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它真实的道理啊。下面说十恶五逆，一为之因生地狱去啊，这个地狱道的原因呢？十恶五逆啊，那么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刚刚读过啊，读过没多久。经里面给我们讲的五痛五伤，讲的五因恶报，恶报当中痛。花报，花报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世报，烧啊是果报，果报是地狱报啊，地狱就是寒冰地狱，也是一片火光，所以烧这个字啊叫代表十恶五逆啊，这是地狱道的因啊。十恶是身到杀到意啊，口妄语两舌，这个两舌里的挑拨是非啊，恶口绮语，绮语我们常讲花言巧语啊，说得非常好听，不怀好意啊，是要暗算别人。那么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啊，所谓一切这个戏剧啊歌舞，可以说在佛门来讲通通属于欺辱啊，因为它的内容都是叫人做杀盗淫妄啊，这些都是属于欺辱啊，意三业是贪嗔痴啊，所以合起来叫十恶啊，这是我们要常常警惕啊。那么无量寿经呢，这里面所讲的啊，那一段经文我们读过了，
它的内容是五戒十善啊，五戒十善，所以这个翻过来啊，收我翻过来就是十善啊，这个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人最基本要遵守的戒律啊，如果连这个五戒十善都做不到，你佛号念得再好，你决定不能来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你身与意三业都不善，你怎么能跟他们相处啊？阿弥陀佛虽然欢迎你去，你跟大众出不来，还是去不成啊！啊，所以五戒十善要认真地修啊！啊，决定不能够违反。啊，这个是啊，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超越三界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千万要记住。啊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。啊，到以后你念佛念了一辈子，往生不成，你不能怪别人啊。这个讲习当中都给你讲清楚了。这个就是我们障碍啊。那么无逆，逆是叛逆，这个罪也是极重之罪啊，有五种。第一个就是杀父亲啊，第二个是杀母亲，父母的恩德非常之大。我们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母，父母有养育之恩，不能报答还要去杀害，这个是约定做阿鼻地啊。第二个呢是这个杀摩罗汉啊，摩罗汉要以一般的讲法呢，就是老师啊，老师是化身父母啊，啊，我们的智慧在佛法里讲，化身慧命啊，人有两条命呢，一个生命，一个慧命呢，生命得自于父母啊，慧命得自于老师。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啊，常常是相提并论啊。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啊。那么这个害老师啊，杀摩罗汉的害老师啊，等于杀摩罗汉啊，这个是地狱的业力啊。其次呢，叫触佛身学，佛是我们第一个老师，创教的这个老师，这个对于九界众生呢，恩德是第一大。所以人天眼目啊，一切众生的化身慧命都靠他啊，佛的福报太大了，没有人能够害得了佛啊，他福报太大了，害不了佛啊。但是是佛留一点血，这个可能啊，害佛的生命害不到。叫他受大的伤害，受不了，
破一点点，流一点点血，这个可能有啊，这个罪就很重。那么当然，今天我不在世，我原籍已经3000多年了啊，可是有但流罪等跟他平等相等的，那这个佛像啊，佛像是忏悔心啊，悟心毁掉佛像，等于出佛身啊。如果说无意的，没有这么重的心啊，是一种忏悔心、讨厌的心，要把它毁掉。这个念头，这个罪才是无名罪。那么最后一条呢，就是破坏的啊，破坏生产。这个罪过也是多地的罪过啊。那么僧团说起来说得很清楚，活活僧团啊，所以这个活活僧团呢，我们在这个世间还没有见到过啊。像今天许多道场啊，彼此互相回报啊，他们造的罪是不是无逆罪呢？还没有到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本身呢不是一个真正的僧团啊。如果本身是一个真正的僧团，这一个团体4个人以上共住，通通修六合敬，那你要是破坏毁谤啊，那这个罪恶是第一罪啊。但是这样的僧团呢，在中国外国也许是有啊，我没有见到，我所见到的没有见到一个六合敬的僧团啊，包括我们自己的道场也不是六合敬的僧团啊。我们极力提倡啊，但是并没有真正发心呢修六合敬啊，所以这个要自动自发啊。如果台湾真的能够出现这样一个道场啊，我们台湾呢2000万同胞都沾光了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不多难啊，所以就看看有没有人呢能够真正细分，彻底细分自己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众根眼睛当中讲的利益啊。因为六合敬里头最基本的是2条，一个是见合同修啊，一个是利合同修啊，能够真正把利养舍弃掉啊，真正的没有任何成见啊，成见舍掉了，见解就相同啊，没有成见，心地清净，这是个基础啊。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实现的啊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的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个六合敬的团体就是不为己，那么一般人讲这个人天诛地灭了，实际上的时候超越了天地啊，人家做佛去了啊，超越天地啊。天诛地灭说的也很有道理，为什么呢？天地里头没有这种人啊，他是佛菩萨带来的吧，他不是天地之间的人吧啊，这六道里头没有吧，他超越六道了啊。所以这种行持的心态啊，他就现前就超越六道了啊。所以能够得4个人在一起共修啊，真的台湾就有福了啊，那是真正有啊。那么这个上面讲的呢，叫明三恶道啊，
出生莫不于地狱啊，这三恶道。以六道中天为最善，人道次第啊，修罗介乎善恶之中，故读此般呢，罪名为恶。那么这是说六道，六道里面天道最善，欲界天是上品十善的因所感的啊，前面的食物翻过来就是十善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啊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欺啊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种人很天。上品十善，升天；单品十善，只能够升到桃李天。这个要知道，桃李天以上就是夜魔天，还是欲界，还是欲界。夜魔独帅，化落他化自在天。这个四层天是欲界上面的四层天，单单修十善呢，到不了那天啊。所以我们通常一般人呢，想超度，超度有没有用啊？超度是修啊，以我们的福德赠予给他啊，佛法念加持，你就送给他。我们修的福不要送给他，他可以接受啊。他以这个福报，最高只能够升到桃李天啊。你像梁武帝，是我们佛门了不起的一位护法，虔诚的佛弟啊。他的妃子死了以后啊，他请宝智公来主持超度的法会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世俗所讲的梁皇宝忏。梁皇就是梁武帝啊，梁武帝请宝智公超度他的太太啊，做这个佛寺，这个佛寺啊，现在记录下来就是叫梁皇忏啊，修忏会发的。宝智公是什么人呢？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。你们想想看，观音菩萨来主持这个法会，来超度他，也不过超度到桃李天而已呀。啊，下面呢，上面没办法，超不上去。啊，所以大家要晓得。啊，那么诸位再看这个，莫难问师父吉凶经。把安世高翻译的啊，我讲那部经的时候，把安世高的历史略微介绍了一下啊。安世高是得道的高僧啊，他已经翻译完毕之后，他到江南去超度他那个师兄，前世的师兄弟，现在堕落在畜生道啊，在当神。我们中国人讲龙王，这个鄱阳湖的龙王啊，他是什么身呢？蛇身，是一条大蛇，畜生道啊，他去超度他啊。这个龙王福报很大，是因为他前世修行明经布施啊，他。讲经说法讲得好啊，又肯布施啊，这个真是难得了啊。他为什么会堕落到神道里面去了呢？嗔恚心没有断啊。那个时候因为是托钵嘛，托不到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不太高兴了。我这样真是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今天饭都没得吃啊，心里面呢就有一点不平，有一点怨恨
诸位想想，这么一点小小的成慧，那么好的修行，还要堕落的卧道。如果自己没有修行，还有这个恶念，你就想他将来往哪里去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他做了龙王啊，他是一个湖啊，一个湖泊的龙王了啊。因为过去生中明君，所以他有神通，他知道过去未来，这是智慧吧啊。他又有布施，所以他福报很大啊。周围一千里这个范围的人都去拜他啊，好像我们台湾呢那个鹤岗的马祖一样，马祖是龙王啊，身份呢跟安世高同学身份是一样的，他也是龙王啊。你看全台湾的2000万人都去拜他，他的福报多大，前世也修布施。你去求他了，往往很灵验，那是什么？前世他通达佛理，他讲经说法啊，所以他很灵验，有福报。但是神他也有寿命的，安世高去度他，就是他的寿命快要跟不上啊，去度他。那么这个神见到安世高，见到老同学啊，老同学给他念咒了啊，咒语，然后叫他出来啊，叫他给大家看看，他不好意思出来啊，你叫他一定出来，这样才能够灭罪啊。那么他才从那个佛龛里头慢慢钻出来了，是一条大蛇啊，见到安世高那样的。那么他托安世高给他修复啊，用什么方式修复？修复呢，就是把他寺庙里面的财物他通通捐献出来送给安世高啊。安世高在南昌，就现在的南昌啊，在那里建了一个佛寺啊，叫大安寺啊，是我们中国江南第一个佛寺。这第一个佛寺啊，就是那一个龙王啊捐献出来的啊。他以这个福报僧陶立天呢，也是僧陶立天啊，才知道啊，这个超度修福啊，最高只能够僧陶立天啊。往上面去呢，要修定，要靠自己修定啊。修定是我们佛教普通的一个名词啊，因为佛法不管是哪一种，不管是哪一个法门，所谓是84000法门，你只要依教修行，通通叫修定啊。修方法不一样，目的是一样的啊。你的禅宗里面叫禅定啊，教下里面叫止观啊，天台家有天台止观，华严宗有法界观啊，也是止观一类的啊。净土宗有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。那么可见的说法不一样，通通是修定。但是这个定呢，没修成功。虽然没修成功啊，他有定功，看他定功的前身，生欲界上面的这根田。如果定功成就了，真正得到定了，那就生色界田，就不是欲界田了。啊，就到色界去了。色界天人，财色名食睡呀，这个五欲没有了，才能到色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财色名食睡这个心理啊，还没能够断得掉，
你修得再好啊，你那个禅定功夫再深，也是欲界天，到不了粗禅啊。真正到粗禅呢，才是明时睡呀，决定不会动心的啊，决定不动心啊，这个才能够到粗禅以上啊啊。所以粗禅以上不但要修定，还要修四无量心啊。这个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，所以有真正的禅定啊，还要有慈悲喜舍，才能够生色界无色界。这个天是殊胜的啊，人道自知啊，人比不上天，但是比其他的四道都好啊，四于天道啊。修罗介乎善恶之中啊，可以说逃离天以下的都有阿修罗啊，逃离天以下这个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啊，所以阿修罗呢，这个欲界天有，人道里有啊，鬼道里面有，畜生道里面有啊。阿修罗的特质有福没有德行啊，没有德行有福，也就是前一生当中啊，修福不修慧呀 啊不但不修慧呀，修福里面带着共高我慢啊，你别在佛门里面修福，我们讲个很普通的吧啊，这个佛门里面做功德，他也来啊，他也肯出钱，也肯出力，但是好胜心，总要站在别人前面啊，人家出10000块钱，我出10000，我要在他前面，不能在他后面啊，这种心态去修福呢，果报就是阿修罗啊。所以他也修道，他修阿修罗道啊，他有嗔恨心，有嫉妒心啊，有嫉妒心啊，所以他不是一个清净心啊，不是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恭敬心来修啊，他是有嗔恚嫉妒啊，有共高我慢的心呢，在佛门里面修复啊。那么这个就是，看他修这个佛大小啊，那么做了阿修罗，他这个势力大小也不一样啊，也不相同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通常叫做三善道啊，而把畜生、恶鬼、地狱称为三恶道啊，是这个三道罪因为恶啊，这是最苦的啊，因恶果报啊也苦，夫因于净心生于净土。何有净土而有恶道？这个怀疑啊，就在此地啊。我们晓得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都是心清净，心净则土净啊。修学的时间，不论长短。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论修行的久暂，只论心地清净。人家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念两声阿弥陀佛，心地清净，他就可以往生啊。我们念了一辈子，心不清净，不能往生
啊，不可以说我念一辈子，他才念几生，那临终十念就往生，我念一辈子不往生，这个太不公平了。实在讲不是不公平，人家那个一念十念是用清净心念，是平等心念的，是恭敬心念的啊，我们念一生，一念念佛是一念胡思乱想，你说这个不如人家了，念一辈子也比不上人家那个十念的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不能不留意啊，不要以后搞了一生啊还不能往生，这很冤枉。所以古德教给我们死尽偷心啊，偷心偷机取巧的这个心念要死尽，要以真诚之心去念啊，所以是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它才能相应啊。我们虽然念念着念了不相应的啊，不相应的这个念佛，只能说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成道啊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。这个种子哪一天起现行起作用，不晓得。那么如此可知，真正念佛了，确实古德给我们讲的话很有道理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绝对不留意，你在这个世间还有计较，你就心不清楚啊，这个坏事坏了我们这一生成佛的大事啊。首先要把顿时这个念头啊放下啊，我们在这世界用什么样的心态呢？真的站住，像殡仪馆一样站住等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这个地方一切与我没有关系，与我没有交涉啊！大家对我好啊，我尊重他；大家对我不好，我也尊重他。因为我住不了几天就走了嘛，何必跟你们过不去嘛？啊，你们给什么给我，我都不要。所以我晓得说，我一样也带不走。所以你得到约定没有一丝毫挂念的心啊，你失掉也不会有一丝毫后悔的心，为什么呢？带不去嘛，不是自己的嘛啊，这个样子把你心里面的妄想杂念呢洗得干干净净，这就是古人讲放下身心世界啊，这样一句阿弥陀佛才相应的，这个佛号才有力量啊！啊，不是这样念佛，说实在话，只是种种善根而已啊。所以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啊，你说为什么念佛人不能往生？就是他有牵挂，他放不下。啊，这个世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，牵挂了啊。啊，这个害怕的是生生世世六道轮回呀。啊，所以有智慧的人他觉悟，真正觉悟。不能觉悟的就是这边讲的愚痴难避，他不觉悟
啊，修行说老实话，修什么呢？纵获大乘经典里面一切法门所说的，把它归纳成这个精要啊，可以说只有两个字，一个是舍，一个是忍，忍耐啊，舍就是布施，就是放下，真正能舍，把它通通舍掉，我通通不要了，心就清净了，不要就没有牵挂了。啊，不要钱的人，什么货币升值贬值啊，什么与他根本不相干，他自带也不操这个心。啊，什么这个多少利息那个，他也不相干，他没有这个念头吧，心清净了吧。啊，五欲六尘通通要舍。不但这个要学，佛法也要学。佛法不学，还有好多大乘经典，还要心心念念，这个没有看，那个很遗憾，是他心不能清净。啊，所以真正入了门呢，莲池大师晚年才入门呢，这三藏十二部舍掉了，让给别人无所。啊，所以到最后呢，最后就一本经阿弥陀经一本经、啊、他一生的功力就在这一部弥陀经书抄上啊，一生到最后就归在这一部经，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这是人家为什么会成就，我们要知道啊，他到晚年才入这个境界，如果我们很年轻就入这个境界，那我们的程度超过祖师多多了啊！所以你不要去以为还有、哎、他到晚年才是，我现在很年轻啊，啊，似乎我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，可是你有没有跟阎王签了合同呢？你能活多少岁呢？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，要快快警觉啊，你觉悟的越早越好啊，越早越好啊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24岁彻底放下，他成为一代祖师，很年轻啊，24岁通通放下了啊。啊、他修什么行呢？他到猎人队里帮人家看猎户的野兽啊，替这个猎人烧饭啊，做苦工，吃肉边饭啊，那是一个明心见性，在我们大乘原教是初住菩萨了。在猎人队里要待15年呢，不是短时间呢。啊，一个就是身心世界彻底放下，他不施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另外一个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以天人师的身份，就伺候那些天天造杀业的。他无恶不作的替那一帮人服务，你想想看吧，他就过那种日子，这是人家之所以能成就。啊，他到后来，啊，离开猎人队，到南方讲经说法，示现出家相，做了祖师了。在我们想象当中。那一对的猎人呢，一定都学会了啊，
别人在修禅，嗨，从前天天我们骂他啊，打他，责备他的，哪里晓得他是菩萨啊？一定回过头来断我修善啊！所以他在那里十五年，把那里头每个人都渡回来了。啊，一句话不说就把他们渡回来了。啊，使得一些人的时候改过自新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啊，这是禅宗。五祖以后啊，作为印证的一部经典啊，《金刚经》里教给我们修行两大纲领，就是布施、忍辱。所以一定要能忍啊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，唯有能忍，心才清净。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夫。那么修学清净心是我们的目标啊，心净这个土就净了啊，所以应于净心生于净土。侯有净土而有我道，如其有者，是杂秽处，不依娑婆，何名极乐？故有疑问。啊，他这个疑问在这里。啊，所以净土啊，不应该有我道。如果那里真的有这些畜生，那不是净土，是秽土。啊，那跟我们娑婆世界没有两样啊，十方诸佛刹土啊，跟我们娑婆世界都差不多，都是有六道的啊。那么这个就不能叫极乐了啊，疑问呢是从这个地方生的。啊，这一段这个开始的莲池大师给我们的开始，苏与超都是他老人家自己写的。这个开始是解释经文的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种怀疑，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有人怀疑。如果当时没有人怀疑，我在经里头不会有这么一段话啊，这一段话了是断疑生信的啊，破除我们疑惑。当然，对于大乘经论读诵的多的人，了解深的人，没有用啊！比如说《无量寿经》，你们通通念过，你不会怀疑啊。但是诸位要知道，我当年在世讲经，跟我们现前讲经呢，这个情形差不多啊。因为佛并没有办学校啊，虽然他是一个教育家，普遍教化众生。没办学校啊，学生不是报了名的，不是像现在学校的时候是一定要到学校上课，不是，所以完全是自由开放的方式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经的法会一样啊，你喜欢来啊，欢迎你来，你如果不愿意来，也不会受惩罚，也不会呀、有处分的，不像学校学生，你要不上课了要扣分数要记过啊，是吧？佛法里头没有这些，因此
每一会都有出来的人，这个出来的人听到这个他会怀疑啊，哎，极乐世界什么有三恶道，怎么又会有这么多鸟，他就会怀疑了啊。所以为了对于这些初学的人啊，对于才来听的人，那就一定要有解释的需要啊。所以这个疑是这些人啊，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解释也是对这些人啊。如果对老同学们，那么换一句话说的，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并不能真正分析信心啊，虽信而非实信啊。这样的人有没有呢？有，我们相信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啊。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念了多少年的佛了，甚至到临终的时候他不念了啊，他怀疑了，这种情形都有。无量寿经里面，本师跟阿弥陀佛发大慈悲心了，以神力加持，叫与会的大众啊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这个是三转法轮里头给我们做证啊，叫做正转我们在末法看到念佛往生的人，往生的人不一样啊，就是他们念佛功夫浅深不一样，他们平常修学的心态不一样，所以往生的这个瑞相不相同啊。大凡是真心真念，他的瑞相都非常的殊特啊，殊胜奇特啊。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新加坡啊，新加坡最近有三个往生者啊，就见到有佛光啊，听到天乐啊，闻到异香，这是真正往生。但这个绝对不是假的啊。像地西这个周广大临命终时才闻佛法啊，只念了三天三夜啊，见到西方三圣从云端里面下降来接引他往生啊。这些论相足以给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你相信，这是有福啊；不信，不信是没福分。啊，何况这个近年来，中国大陆啊，台湾这边念佛往生的很多很多。这个大陆上宽律法师写了一本往生论，在台湾台中林堪志老居士写了一本近代往生的这个经文录，台湾往生的人数超过大陆太多了啊。也许台湾地方小，哪个往生很容易打听到，大陆的地方太大了
我相信这个宽裕老和尚啊，他所记录的是一部分啊，他不知道的一定还有很多人啊。那么由此可见，这个法门呢，真实不虚啊，能信能愿呢，这是真正有福之人啊。所以这个法门，念佛的秘诀就是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假的啊，能够心行，都能够依教奉行的话，这个决定完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